神的心是感动的，念佛的心是平静的，护持的心是感恩的。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但是不能煎蛋对蛋，故不及法华存疑无杂，独得妙明良有余也。这是第三段。变存杂显法华独妙，精精开显。那么这里在文字上有两段，第一，明细肩带，明细肩带显精存一，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文，说明前四十，细就是前四十，因为它有肩带对。带啊，那么简单就称肩带。华严原肩别，是肩有别教。欧含只有藏教，是淡单藏，只淡有藏教，淡。方等四教并谈，叫做对教，所以叫做对。那个对就是指方等四教并谈。对藏教说通别原教，所以煎蛋对带就煎带，带是般若识，般若识带通别证明原教，所煎带的通别二教所以叫做带。因为前四识的教理啊，都有煎有蛋有对有带，就是初二三四四识的这个意义因此之故，前四识虽然有原教，可是前四识的原教啊，就不及法华的纯圆独妙，所以就是不及法华纯一无杂。前四识纵然有原教的实法，但是不及法华所说的纯一原教，没有前三全的混杂，所以叫做纯一无杂，杂。指煎蛋对，前面有藏通别三教就是杂，现在这里没有，只有一个圆教，独得妙明良有余也，这一句正是说明《法华经》纯圆独妙，这就是所谓显经纯一，显示现在法华时，纯一无杂，独得。究竟纯一无杂的微妙之名，良有余也，就是有原因，余字指缘由啦，因由那么《法华经》被称为纯圆独妙，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煎蛋对，它没有煎蛋对待。既然没有煎蛋对待，只有纯圆独妙，所以有它的原因存在，所以《法华经》是纯圆独妙的。书本上原来吧，他把这一句话判在后边，我就把它判在前一段，就是这个明细肩带显精存一，因为这个文字啊，它是连贯的，不能分割，分割开来呀，道理就不够圆满了。科判必定要文字让它连贯，
不能割断，啊，那么该连贯的就得连贯起来，这个意义是连贯的，是不能搁在后边。下面是引证，引经释义，证经存源，经就是法华经，引证法华经里面所说的约四种道理来说，通通都是一佛圣，都是存一无杂，就是证明这个存源独妙的这个存一，证明存一就是引证法华经的经文，证明法华经是存一，约四种道理显示它是存一，那么就是下文三行多的文字说教一、行一、仁一、礼一，啊，根据法华经的文字可以证明这四样都是啊存一无杂，存源独妙，故因此之故，文源法华经的经文里面这样说，啊，下面引证的都是法华经的经文，啊，那么这个小注就是把这一段经文证明是教义、礼义等啊。经文里面说，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啊，这个文字出在《法华经方便品》啊，《法华经方便品》里面有说，啊，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十方世界一切佛的国土最究竟的目标也是说一佛圣的法子，啊，所以只有一佛圣法，啊，唯有一圣就是圆妙的一佛圣法，啊，无二，二就是二圣，啊，那么这里无二是通教的三圣法，啊，这个没有通教的半满的这个二，半字教、满字教对半说满，没有这个二，一无三，啊，没有藏教的三藏教，啊，也没有这个通别圆的全，通通都是直说一佛圣，这无二亦无三。我们平常简单看作无二，没有大小的分别，只是一佛圣，无三。也没有三圣的分别，啊，但在天台的教理里面说，所谓无二，没有通教里面所说的半满相对之二，也没有般若里面所带之二，这都是二，半字教、满字教相对之二，般若里面带通别证明圆教，所带的通教别教之二，啊，这就是二，无三，三是三的数目。藏教就是三藏教，啊，没有三藏教的单藏的小圣法，啊，无三也是没有像方等里面所对的这个前三教，就是藏通别，啊，没有藏通别，只有一元，啊，也没有华严的这个啊所兼的别，啊。唯有一圣法，就是只有一个圆教的一佛圣法，无二亦无三，这是教义，显示法华经所说的圆教存一无杂，存圆独妙是教义，以这一段经文三句来证明教是一，法华经的教是存一无杂，存圆独妙。又说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是证明行义修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近成佛。法华经里面这也是方便品的文字，据颂里面说正直舍方便，把前面的藏通别三教的方便法整个舍掉，只说就近一佛圣的无上道，无上道就是圆教，就近佛国就是宝所，嗯，那么只要一切众生修行都到成佛，目的才达，修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近成佛，行义只有一个，必定要修行到就近成佛，啊，到了宝所才算圆满，那么化成那是方便啊，不是就近的，所以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就是修行也是就近到无上道，就近成佛，没有前面的方便法，所以说是行义。经文里面又说但为菩萨，不为小圣，
单单为菩萨说这个菩萨法，完全教化众生，使他成为菩萨，就是要一切众生都要行菩萨道，啊、不像法啊、这个穷持啊、那么所以必定要修行，通通都能成佛，啊、这是所谓叫做仁义，仁指根基，指众生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能修行就证成佛，才算达成佛的目标，出世的本怀。所以《法华经》里面说，只说菩萨道，不说小圣法。小圣也是菩萨的前奏，是菩萨的基础。所以，对声闻人说，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行，悉当成佛。啊、那么，所以这就叫做仁义。啊、《法华经》不为小圣，只说大法，要一切众生，都行菩萨道。都成为一佛圣，都是啊、成佛的人，所以叫做仁义。所谓仁义，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能成佛，没有一个不成佛的，所以叫做仁义。世间相常住，这也是在方便品，是法出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世间相，世间有三种：正觉世间，啊、由情世间。气世间，这些世间种种的万象，当体就是常住，常住就是真如自性，啊，主诸法的本体就是法身，啊，就是佛性，啊，世出世间一切万象，当体就是法身的常住之理，所以叫做常住，啊，世间相常住就是显示理，《法华经》所说的理只有一个。啊，就是纯圆独妙，只有圆圣的教法，没有别的。那么这显示理义，用这个教行人理四种都是一，来显示《法华经》的纯圆独妙。啊，就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那么这就是引经四义，正经纯圆。啊，引证《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四义。证明现在这里所说的《法华经》是纯圆独妙，没有煎蛋对待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是经经开宣。现在所说的《法华经》开宣显示的道理，这三段到这里说完了。经经开宣说完之后呢，这就回到这个。人字下，第一颗法华，这个所谓约第五十遍开弦的第一法华，人字下第一法华有三颗，第一约部教啊、部跟教，部指法华部，教指法华部里面的教理，第一段证明开弦，证明开弦的道理到这里说完了，下文有四行。是直非显示，就是第二颗直非显示，直何直？何直？当时一般人认为法华不及华严的那一种的错误的说法，就是非显示，显示现在法华经所说的才是真正的道理。这段文呢、是编这个四教仪的地观法师。对于当时在中国佛教，就是宋朝初啊，赵宋的，那一段开头的那一段时间，当然也有其他的宗教啦，就是指佛教里面的其他的宗派，例如华严宗、显首宗，显首宗的人，他要说他的华严是最上的，超过一切，因此之故啊，他就破执天台说华严是纯一。啊、因此啊，他这个例如显首宗的人，他就提出《法华经》里面，你说是纯圆独妙，里面不是有三车吗？三车的比喻那不是三圣吗？还有穷子等等，那么这些种种的比喻啊，里面不是全法吗？怎么能够存一呢？这类的文字啊，宋朝那一段时间，唐末。五代以后
在教下的门户之间呢，彼此相驳直的那种的文字，现在这个万字虚帐里面还保存有的。你看看这个诸宗部里面啊，诸宗部里面啊，华严宗与显首宗啊，天台宗，他们这个两宗的著作，有宋朝人啊，五代以后到宋朝这一段，这那些法师们的著作呀，有些是彼此互相排斥啊。那么华严显首宗的人就是编织这个法华天台宗。天台宗的人编播华严宗，那么有这些文字，这个实在是都是多疑的文字，不要看，不必去看它。假如有看，那么只是把它翻翻看过就算了，不要认真啊。因为在当时，他们在彼此站在自己的山上，认为自己的山最高，都有这种情况。实际上佛法呀，平等，站在佛说法的立场没有高下，所以金刚经说事法平等无有高下，高下在众生根基，众生的根基在高下，佛没有高下。那么因此要辨明这个佛法的高下，那是很大的错误啊。那么实际上这是不必的，可是因为当时有这些情况啊，他编这个四教仪的时候，他在这里也编织其他宗派认为法华不是纯圆独妙的那种的错误，所以下文就是叫做直非显示，这无关紧要，我们简单按照文字简单消文就可以了。看着这正文，时人为的法华妙直，但见部内有三车穷子化成等鼻，乃为不及已经，盖不知重举前四十拳独显大车，但复家业为至保所，故知诽谤之旧也。这一段就是直非显示啊，时人只在当时，就是宋朝啊，那么地观法师编这个四教仪的那个时候送出了当时有些研究佛法的人，他没有得到法华经纯圆独妙的这个宗旨，但见部内有三车，他只看到单单看到法华经法华部里面的教理，它的文字有三车，就是比喻品有三车，喻羊车、鹿车、牛车，这是比三圣等啊。穷子，这是信劫品的穷子喻，前后啊引证的文字都是信劫品啊。信劫品里面长者与穷子的穷子喻啊，还有这个后边的化成喻品啊，第三周说法啊，因缘说里面的化成喻品，说有化成声闻人所证的这个四国是化成，比之佛也是在化成，等者等于其他的比喻。法华经的这一类的比喻啊，一共有七个，详细分析有九个，那么这里只说出三个，三车喻、穷子喻、化成喻，只说出三个，所以用一个等字概括其他的还有四种，比就是比喻。看到法华经里面有这些比方，认为法华经怎么是存呢？不见得存，它有这些比方嘛，这都是前面的全教嘛，乃为不及已经，他就认为啊，为就是不认为，他们就认为法华经不及其他的经，这个已经主要是指的华严经，他们认为法华经不及华严经，这就是彼此互相争论了，我的瓜最甜了，你的不如我了，哦，我的哈密瓜水最多，最甜，维他命 C 最多，那你的那个普通的香瓜，土产的香瓜不如了，没有那么多水分，甜分就不够我的，就彼此卖瓜说瓜甜，彼此争论，说我的这个法华经不及他的其他的经华严经等，这是他不懂的，法华经里面所举出的这些比方啊，盖不知重举前四十拳。盖是转语词了，因为他们是不知道法华经里面是重复举出前四十所说的拳教，
这些三车呀、琼枝啊、发城啊，都是前史所说的犬叫，举出来显示这个独一的这个妙法。他不知道这是重复举出前世时所说的犬叫来独显大车。对于三车显示大车就是大摆牛车，那些三界火贼内出来的啊、这个长者子门啊、长者都给他大摆牛车，没有给他三车，他用意是在说大摆牛车，用意不在三车。但复家业，说琼子的用意是要他回来做长者的真正儿子，把家业通通付诸给他。但复家业对前面的琼子说，为之保所对前面的化成说，说化成是要他到保所，不是到化成而已，这只是单单要他到保所，为是单独。单独要一切众生修行都到保所，他们不懂这些道理嘛，不知道这是重复举出前面的比方嘛，故知诽谤之旧曰，旧就是过世过旧，他们因此就使至他造业了诽谤法华经的这个过失，实在很可惜啊。这是直非显示，在当时有这些。古代修学佛法的人虽然会引起一些争论呐、他们都在教义上争论，教义上争论，没有这个世间的烦恼的争论，不是为名为利的争论，教理呀、不辩不明，越辩越明啊、虽然是这个门户直谏是不好的，但是彼此辩论教理呀、倒是好的。彼此这样子辩论呢、越辩理就越明啊，而明白这个道理，古人虽然有门户之见还不算坏，现代人只在名利上争啊，那才坏了，那问题才大了啊、那么这个所谓指非显示，只是指这个编释教义的当时的情况啊、那么一直沿俗到这个宋元明啊、差不多都有这种情形出现的。这是法华的第一约部教说完了啊、下面就是第二法华的第二科啊、跪字下第二月十味啊、那么五十每一时都有月十月味的说明了啊、看着正文，现在就把十跟味把它合并起来啊、书本的科判是分两个的，月十则日轮当午，庆午则盈，第五十月这个华严的日出先照高山的三照的来说，现在第三照照平地啊，前面分三段，十时与中时，现在是正中时啊、月十来论就是日轮当午，午就是正中，午时啦，中国的午时就是正中，正在当中的天空上，庆午则盈，那么人站在这个平地上啊，一看呢、这个日正当午啊，没有侧面的影子，在正中的时候就没有侧影，显示法华经是纯圆独妙啊、没有这个偏移任何一边的，是正中的啊、这就是比喻这个法华的这个最究竟的法，所以就是日正中，这是月食。第二月位月位再从俗书出提伏如果月位说呢是从俗书出提伏，就是法华就是提伏上位，所以月位再从俗书出提伏，因为提伏上位啊是从俗书锻炼出来的，此从摩诃般若出法华，这是根据涅盘经，涅盘经原来是说从摩诃般若出涅盘，没有出法华，现在智者大师他约意，因为般若之后必定有说法华，法华经是在般若的中间说的，法华说完之后还有再说般若，然后再说涅槃，所以这是正在说般若的当中又说法华，是从摩诃般若的般若经
以后其次说法华经，那么第五提无上位，无提无位，那么法华经就是无上提无位。那么这就是月十位，月十月位到这里说完啊。其次引经证啊，法华之下第三段引经证，下面就是引证法华经信截屏的文字来证明啊，证明这个法华经是富于家业。看正文，信截屏云：去会亲族，即至宣言，此时我子，我是其父，无尽所有，皆是只有富于家业，穷子欢喜，都未曾有。这是引证法华经信截屏的比喻的文字啊，原文很长，这里简略啊，简略的接引。法华经的原文呢，信截屏的原文，这一段文字原来是这样的：福经少时，父之子义，见于通泰，成就大志，自披先行，领域忠实而命其子，并会亲族、国王、大臣、参吏、居士，皆是以及，即至宣言，诸君当知，此时我子，我之所生，于谋城中，舍吾逃失逃走，临平辛苦五十余年，其本自谋，我名某家，昔在本城怀有催命，推命啊！佛以此见欲会得知，此是我子，我是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财物，皆是只有先所出纳，是子所知。这段文就是我啊，我是其父，五经所有皆是只有啊，这就所谓父以家业了啊。此是我子，我是其父啊，就是父子相会，会清楚了啊。那么我所有的家业都是子所知了。世尊，世事穷子闻父此言呢，极大欢喜，都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无心有所需求，今此宝藏自然而知。这就所谓穷子欢喜，都未曾有啊。啊，法华经的原文有这么多啊，这里不能整个把它抄下来，只是解录。这就说明啊，那个穷子喻里面摩诃迦叶四位尊者就说明这个比方啊，说到了最后，穷子既然是替长者当家了，替他办事了，长者家里的家务、他的财产、一切一切，通通都有穷子在哪里办，他都清楚了。到了这个时候，长者父年纪大了，将要离开人间了，那么就是集会自己的亲族，所有的大众，甚至国王大臣都请来啊，那么就对大众宣布啊，所以说聚会亲族，那么把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那么甚至国家的国王大臣都集拢来，那么对大众宣布说，即至宣言，对大众宣布说，此时我子啊，长者对大众宣布，这个穷子啊，你不要以为是别人，就是我的儿子，他离开我啊五十几年了，嗯，那么现在我引诱他回来，现在我的家务统统都是由他在哪里办理的，我实在是他的父亲啊，我是其父。那么既然长者是他的父亲了，五经所有皆是子有，那么我现在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财产统统都是我的儿子所有，穷子就是他的真子，富于家业。富于家业就是偏激的人呢，以最简单的一句话说，现在就把这个家业呀交给穷子了，嗯，那么穷子得到这个家业啊，啊，既然公开给他了，当然就成为他的了。穷子欢喜啦，高兴得不得了啦，都未曾有，他没有想到的，所以正文里面说，我本无心有所需求，啊。那么圣文人他并没有想要得到这个家业，他不敢想要成佛，没有想到今天呢，佛把这个宝藏整个给他了，那么他都能成佛了，当然就得未曾有啊，从来没有得到那么殊胜的好处，现在得到了。
那么这些道理如果有详细明白，要研究法华经，把法华经的性结篇研究清楚了，就可以一一明白，不必细讲。